来探店这个芋头炉，是在海头街饮食中心后面。店名为 Leper Burger Barca。这间在 Almond Central 后面的店面名叫郭黄，要吃的可以在这里画上。这个汤料很足，吃的时候要这样沾着吃。这个是咖啡骑士，这里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咖啡店。
这个看起来好好吃。逛完后，来到猪肉街吃晚餐。